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恒顿，现在玩的是《开罗的冒险：春物语二》哦。那刚好打折哦，200打折到120哦，咦？然后120可能没显示，然后那个一代好像也打折61块啊，那个看起来，那我是用那个 Google 一些回馈调查的买的，我还有62块。哦，我补一下票。OK， 那应该二代会比较好玩吧？可是不好说。我那个这叫什么 ？Google 意见回馈奖励哦。那这个就看那个回答他的调查问卷的话，他会给那个钱吧，应该是这样说。那应该一个问卷都4块钱哦。然后他有那个期限哦，如果到期的话就应该是会被扣除掉。好吧，那直接进游戏。就是一款游戏差不多都200块。不时的有打折这样，因为我没有开音乐。那这个好像没有办法，可以转移哦。没有，是语言。这款好像没有办法转移存档哦，就需要用别的方法。建造商店，商店，人家是叫我建哪一个，还是没差，随便。灌溉，建造新的商店。然后应该会有人加入吧？哦，冒险者，花店开张，郁金香、油菜花。那这个我有用手机偷玩了一下，可是存档不能转移，就要重玩这样。价格上升，那下一步嘞？有没有跳出来？那这个应该之后可以加速哦，高速还没开，画质，自动装备。可能要破一轮才能开那个高速模式，那怎么一只野外的怪物都没有？有，跑出来了！丁夫，哦，那就是算挂机打怪吗？可是这时不时的就会跳个对话框停住哦，好像还没办法一直挂。
那怎么没有叫我做？叫做做其他事情？那是有办法往外拉吗？可以。然后还有一个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虚拟摇杆。为什么他？下一阶段呢没跑出来，所以我连这个也要一起中。这是我任务卡住了，我记得接下来还有别的任务啊。要提到一星的话，要这些条件哦。办公处，提升村庄级别，升级村庄。哦，冒险者升级。HP 攻击好少哦。怎么又卡了？这维持费，一开始原来维持费这么贵的吗？我要回去了。他满意度是然后可以赠送礼物，那这个送完之后就要花钱买了，没有持有的话要花钱买。一开始超穷的，1400。哎，我是送错人了呢，还是也没差。好，我先乱送啊。你们后面的东西都比这个好。然后人气100就会跳一次吗？马英雄，这个好像就你一开始冲的那一只。防具变，冰变，那这个。
建筑物应该一开始会随便盖啊，后面可以移动。我记得移动一次要200块，有点小贵。包子店那啊，好，算了，随便盖哦。那街路面的话，好像有加魅力。我看一下，应该有加吧。道物魅力加6，是这么少的吗？大雄风，我可以送东西给建筑物吗？诶，他使用次数不是这样加的，我以为送东西会加，结果没有。那怎么还没跳那个任务出来？这游戏一开始这么悠闲的吗？哦。入不敷出，我要先破产一次吗？还是，那算破产吗？你的钱如果变负的话，它好像会补钱给你补一次哦。我记得是这样。哦，迷宫哦，终于跳出来，这么久吗？我怎么记得没那么久？多一个功能任务，可以探索洞窟，1000了，好贵哦。然后也可以加成员哦，还要额外加费用，要加吗？这应该打得过吧？再加一个人。然后人就跑过去探索，跑过去吗？走过去探索，跑一下吗？走那么慢？咦，这外面不知道能不能铺路耶？不行，村庄才能铺路。突然想在外面铺一下道路，这样。然后好像被打倒的话会，要送回去旅馆复活，然后又继续走过去这样。金箱，我看能不能玩到一星，然后其他就有什么特别的再进去吗？哦，看一下一星会玩多久。哦，又多了新的冒险，人群怪物。OK。
电子才5哦，好少哦。加人气，哦，继续打吗？1200，看来一定是要破产的吗？还是有人有办法玩到不破产？应该打得过吧，应该能顺利完成。应该是跑到这个点。这旅馆应该移到村子门口，不知道会不会比较省一点时间。可是其实也没差。深邃的纵向洞穴，灵芝，太惨了吧！是不是应该送个武器？那我打得好痛苦哦。4、8，这个伤害。欸，快没钱了，还是需要先把手头上有的都送一送，其他之后再处理一样。欸，倒了。这野外岛的话是整这条跑满，就站起来。好惨哦，这伤害哦，16，实力相差悬殊，条小小的蛇都打成这样，我还有挑战极限。吃掉的话好像就钱浪费掉啊，我用手机试试没有输啊，好像还没到过期限。二代难度应该比一代低一点。哦，赢了，倒地2次，被打爆2次啊。送一下东西好了，看看谁的伤害比较高，12，士兵长枪，要买吗？360，好穷哦。加一，加好少，哦，
又买了200。怪物群，我又有新的人加入了。可是有的是我现在钱不够欸，能打吗？我看一下，不行，钱不够不给打。那我是不是要先花到破产？哦，商会，还是一开始是要卖东西吗？这个钱也太少了。哦，那可以用钱买道具，或是卖掉，还有用钻石买，还有买设施。设施是花这个村庄的饰品店嘛？那这个慢慢玩，应该点数都很多啊，应该没有什么要。很赶时间的吧，又复苏了哦。哇，他好像会送一次吧，之后不知道会不会送欸，反正我只有让他送过一次。饰品店是那个分村庄的条件哦。完成，还有两次活动，又收入4000。欸，我4000是怎么达成的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达成的。在家人吗？好好凶哦。好像三个人也可以耶，我是不是应该节省点？还是试试看第二次前面复数还会不会送钱？哦，升级了。哦，勋章，勋章好像每年都会让你送一次吧，数量不一定。哇，我要送谁？数码英雄，这边能不能看哪个伤害比较高？这样不行。送你好了。这个慢慢送吧，后面应该也都玩得够久，应该也是都可以送好送满。那有的转职的话需要徽章哦，所以我觉得先每人送一个嘛，这样会不会很浪费？2000了，1000要怎么赚啊？我忘记我怎么赚到4000块的。你还会密室哦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这游戏还会密室哦？被围殴嘞！被三只史莱姆打趴。我还有一条蛇啊！还是我应该挂机一段时间让它升级。全灭，
还有两只。蛇原来一开始这么强的哦。银头怪。那怎么先捡东西？等一下，这样对吗？我说剩一个月了。哦，过了。无毒蛇然后继续派遣吗？无头怪大量出现，无头怪应该比较弱吧，我还要加人吗？加啦，记得我好像是挂着等他钱增加，我试试看第二次变复数，他还会不会送钱？然后这个田可以收成道具，这样可以选别的生产。在哪里打？对。这平头怪比较弱啊，这蛇强的有点过分啊。哦，然后那个，他还没有开那个活动哦。那我先买别的。欸，有啊，有举办活动，减少活动，你要没有别的活动哦，加人气。我先买设施好了，面包店，进水厂。哦，第二次破产。我还不够买，可恶！钱不够。哦，巨大生物。四个人应该打得过啊，怎么追加了？还是其实三个人也可以啊，我这样有点浪费钱。这一开始的钱真的超难赚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是就故意设计成这样。签了，盖起来，看第二次破产会怎样哦。我盖哪？把路盖起来。有路的话有加魅力。盖路要花钱。哎呀，这样还是没有破产耶。认真想破产，没办法破产。
就是建筑物后面有开功能可以动了，所以就乱盖应该没差，只是要花钱。如果有先规划好的话，就省一点钱这样。哎，我的钱怎么突然又变多了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哦，村庄特色花。我的手机玩好像是危险的村庄，百花齐放的村庄有送钻石，危险的村庄。哦，新人活动，高考大会。哦，4000了，欸，超过了，可以升了吗？我还要两次活动，等一下还要活动哦。活动应该一开始最少是20点，要40点。嗯，要满意度，加人气好像也可以啊，就都行，大家高兴就好。还要20点。怎么被打爆了？等一下，这蛇真的有点强哎！哦，有了，可是盖这个要1000块。舒适小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钱。哇，飞一堆蛇尾哦！我是不是不应该打这个蛇？没有钱啊！哇，被围哦！这五只蛇，糟糕！哇，他们分散了。这二集中了。觉得这个蛇有点过分哦，你们真的有点过分哦。哦，村庄指南检定，哇，我钱又变负的，好吧，第二次看来没有送钱，要慢慢存。哦，我的人复活了。只有送一次钱，慢慢存啊。好吧，我先升一星，我自己收台慢慢挂机哦，应该可以吧？剩三只，欸，多一只兔子。我怎么不记得蛇的伤害有这么高哦？是不是没有送道具，所以才会死得那么惨？送道具又要钱。你怎么先爬起来？等一下其他人好不好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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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倒了，又负1000多块，糟糕！我是 GG 哎，挖到钻石哦！第二次是送钻石点数哦，换5000块是不是？我原来是这样哦，那我要多付几次看看。虽然钻石点数后面好像也还好，5000块，我不想换哦。哦，完成，
帮我挂一下钱啊。太少了吧！哦，原来那个入住者一直放着，他会一直提醒你。现在那小屋要1000块啊！居然单挑打不赢一只蛇啊！太惨了吧！我吃东西偷补血吗？还是我要帮他补血啊？感觉好浪费哦！吃完那个伤药一瓶，然后我钱够了，我钱够了。伤药一瓶，我记得是卖300块呀。放哪里？我想一下。希望可以移动，还是想省一点钱。放这好了。他之后村子还会扩建。入住，然后就可以收租金，我记得是这样。我要等他跑一次租金出来吗？然后储存能力值。宝石，还是富人。20块。原来一开始有那么困难吗？人家租金是每年收的哦。我要玩到收到租金吗？还是租金大家自己看就好了。那这两个人组队了，在那个汇合雕像。蛇真的强的有点过分。可是我应该先把每个人的防具又换起来。怪物区。没有钱啊，没办法驱除。2只4点哦，够了。我付1400，唉，好惨啊。我要举办活动啊，满意度提升。哦，到50。OK， 那来升级了吧，应该都够了。更新了，一星之后会怎样？忘记了。自我发展。我可以移动了，交换位置。然后那个商店有卖新的设施，就还是要点数，好吧？那个要玩到收租金吗？应该不用了吧？租金就结算的时候有钱拿吗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OK， 那就先玩到这里啦。后面我收台慢慢玩，然后有什么好像比较特别的就
来起来录一下这样。OK， 那差不多就这样了，大家拜拜。